3月14日，电影《塔克拉玛干》在首尔举办 VIP 试映会，主演赵纯夏、何允庆、导演高恩基都到场出席，一众好友也前来支持。常常以恶绝和强烈形象留给大家深刻印象的赵纯夏，没想到也是个超级暖心的大叔，双手比心，诚意满满。离场时也不忘和粉丝挥手打招呼。塔克拉玛干意味着进去一次就出不来的死亡之地，和片名一样，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的赵纯夏，这次又会演绎怎么样一个人物，让人很期待了。